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应讲圣贤念佛往生咯，也就是将过去的所谓佛菩萨、遐开悟祖师、遐圣贤经，乃至所有遐贤人，所有过去的比丘、比丘尼，乃至所有的居士啊，甲现在以来呢？因往生的状况呢，有110几个人呢，我来记录起来，因的真人真事呢，甲演说出来，还能个人对往生西方净土有一个正信，有一个认知呢。那么现在，咱要介绍文殊师利菩萨哦。咱昨已经有甲这个普贤菩萨呢，以鼓励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的状况。乃至伊自己呢，啊，发愿求生净土的情形，甲就介绍了。那么今仔日要介绍文殊师利菩萨啦。那么其实文殊和普贤两个呢，拢总是呢华严会上两位呢大菩萨来追观哦。文殊普贤乃是华严二圣，所定所愿，说法大众。莫不以念佛为基，以净土为归。注意看有清楚吼，伊是讲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呢，伊是伫华严会上两位啊，哦，一大圣人，拢是古再来示现做菩萨的啦。那么伊一因呢，定说伊自己伊修行的过程，伊度众生的状况。因如何来发愿往生西方净土，乃是因度化众生种种的历史的背景呢？哦，因拢教人念阿弥陀佛呢，哦，求生净土为基础。哦，伊往生哦安乐宫呢，为因的归宿。所以啊，文殊甲普贤在咱教内呢，是上正大乘。一个大智甲大行啦。那么现在要介绍的这尊大菩萨呢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。那文殊师利菩萨，有人对伊呢，只是知伊名称啦，但是伊名称的由来，那么伊的历史背景如何呢？也无一定有法度呢，十分之十的了解。你我大家有缘，顺这个机会来甲文殊师利菩萨吼，来介绍一下。那么，咱看咧佛寺内底，迄件事也是行持大乘佛法的哦。那么，中午一定佛萨一尊念，毗卢遮那佛、哎释迦牟尼佛。那么，上边边啊呢，到这个普贤菩萨甲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么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徛一只呢，狮啊，改成麒麟的呢啊，哦，啊举一支剑有无？好看真宏大呢。那个智慧剑啦，所以呢，文殊师利菩萨大乘佛法内底，伊所标签的就是大智慧第一啦。所有菩萨内底呢，智慧第一呢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是啊。来，来看文殊师利菩萨伊名号由来，乃至伊呢，伊度众生的背景甲历史哈，咱一直要介绍了哦，来看哦。文殊师利菩萨，
七云万殊悉利，亦为妙德妙吉祥。生于舍卫国，多罗自乐，梵得波罗门家，众妙游合出。心之金色，对地灵异，顺于佛所出家。好，开始介绍啊。原来文殊师利菩萨呢，那么在其他的三藏法师甲翻译叫啥呢？万殊悉利啦。哦，按照伊音，譬如讲呢，美国人要翻译日本法师的名呢，日本法师伊个翻日本就无多像咱念个遐哩呐，咩咩格格遐哩标准，遐哩圆满呢。好，翻译个念个讲，日本。如伴哦，还了几秒，我给你念讲，还了个安怎还讲，如伴如伴，嘿，该还了那几啦，所以无法同作主的了。所以呢，过去的诸佛菩萨人名甲地点呢、地号呢、国土呢，往往给每一个法师翻出来音呢，无到百分之百相同，但是呢，大同小异呢。就讲其他的经典翻译叫做文殊师利啊。那么别的三藏法师翻译伊叫做万殊悉利啦，这是每一个佛的弟子呢，伊能认同这款的说辞啦。好，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伊名那每家呢，甲翻译是叫啥呢？台湾话叫做是妙德还是妙吉祥啦？那么伊本身出世伫这个舍卫国，哦，伊一个住落的所在啊。是属于婆罗门哦，是梵行一个家族内底啊。那么，伊就是出世时，由于妈妈的这个哦，过健康的正病呢，讲出世啦。这款传说呢，也伫佛门中非常热门的位。那么当时，伊出世时身躯是紫金色的哦，好、哦、无简单呢。紫金色在历史的记载呢，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，也阁有呢。行头道苦行地的模糊加入尊者，好、哦、啊，文殊师利菩萨也是紫金色的，好、哦、有几尊啊就对啦。好，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一出世了落地呢，伊就会晓讲话啊。既然会讲话，这不是一般泛泛之辈啊，真个过来人。有人出世已经呢三四岁、五六岁，佫未讲话一大堆呢，哦。啊，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？因无结因之谜，伊道生累劫修个开悟正果，实现伫人间尔，所以当然就得伊特殊啊，伊就我当讲话啊。好，伊呢大汉了就跟随释迦牟尼佛呢来出家修行去啊。哦，加着一个道坦的因，道坦的因缘呢，大汉了就出家修行度众生啊。那么咱头先有讲讲文殊师利菩萨。欢迎咱台湾话叫做妙德妙吉祥，是啥物叫做妙德？是啥物叫做妙吉祥呢？来注意，咱解说一下哈，来看哦。妙德者，动物所证，妙三德故，发心德、发者德、解脱德，位置三德，这就是妙德的意思啦。妙德三个妙，妙就微妙啊！哦，堪佛所证五的三德已经平等无异啦。那问什么理由？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就是高佛再来啊，高佛再来，佛佛道同，法法平等啊。无影讲，这个佛的境界较高，这个佛的境界较低啦。哦，这个佛祖较有慈悲，这个佛祖较无慈悲啦。这个佛祖行动较强，这个佛祖的行动较弱。无这代志，佛佛道同，法法平等，境界拢平等啊！叫做动物所证呢，微妙的三德拢齐全啊啦！什么三德？叫做八戒德、解脱德、甲发心德啊！哦，地位大拢平等啊！哦，了解人生宇宙的真理呢？三宗十二部教典，所有世间一切法出世间法呢，尽通无疑啊！平定平定，八戒定。所证五的自性发心呢，拢平定平定。
无你讲你较圆满，我较无圆满，哦，拢圆满啊，哦，解脱的心处于五欲六尘之境呢，自在无染呢，而能自在无碍，哦，行持皆行持，而且度众生空群呢，无所障碍。伊解脱也好，发心也好，智慧也好，拢总看不共款啊，微妙平等啊，叫做妙德啊。这文殊师利菩萨伊名翻译叫妙德，伊就按照这个意思讲出来。那么妙吉祥什么意思呢？来看哦，妙吉祥者，三血二数为之何患？欲断一分的烦恼。是了一种的形式，见一分的发心，为之吉祥。人人清妙为处菩萨，三业完断，二事应蒙，三德完终，故乎妙吉祥。所以解释得非常的深入甲微细啊。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？你知伊名，但是伊名的背景甲含义安怎呢？你完全无知啊！所以咱日本的常识甲跳开，哦，你看清楚，互你明辨明明迄个。妙吉祥听无？妙吉祥就讲，即尊菩萨伊本身伊的三血用顿顿两款的心术呢，也用顿顿啊啦。因为三血甲二术本来就是一款的财富根源。三个三血，见树血、定沙血、甲无明血啊。对文殊师利菩萨来讲，顿顿啊，因这灾害、灾难啊。哦，你邪知邪见、烦恼习气、无明，心甲一大堆，这拢是灾难啊。那么文殊师利菩萨见树血断尽啊，菩萨的定沙血也断尽啊，会不会量起生活这个无明血，还用顿顿伊啊？三血完满啊啦，拢无啊！啊，两款的生死也无啊，对两款的生死叫做分段生死、甲变异生死呢。对文殊师利菩萨来讲，伊完全无这两款的生死啊。三个分段生死，分段这个分做一节一节，哦，一段一段。像我今生出世呢，活到89岁，生甲死叫一段。啊，这四个人一段哦，啊，若无了生脱死，无开悟见，阁后出世阁一段，啊，后出世唔知做人无得空呢，或者做鬼做阿修罗，哦，天神也无得空啊，伫六道看到一道，由业力来决定。今生一段，来世一段，前未来世无量段，一段一段生死，一节一节的生死，叫做分段生死啦，凡夫就是有。那么阿罗汉呢，甲这个圆觉呢，已经顿顿分段生死啊，出离三界了后，就无这分段生死啊，哎，随明变吼。好，啊，那么啥个变异生死呢？变异生死就是菩萨的生死。有人讲菩萨都出三界，还佫有生死哦，有咯。所以听经文化就知影较深入意啊，比别人较明显入意啊。咱赢就赢人迷失，啊，初大拢知咧。咱赢就赢迄迷失啊，啊，愈迷失你境界愈悬，哦，境界就愈悬啊，愈强烈啊。好，所以听好。那么变异生死中出三界了后，虽然用顿顿三界六道，唔过伊心内还佫喵喵喵喵，即款迷失念头的生死，动一念头，啪，一生一灭，动一念头。啪啪，动这念头，啪，一生一灭，动这念头，一生一灭，叫做变异生死，就是心念上的生死，心念上的生灭，叫做变异生死。叫你虽然开悟见过出离三界，不过你迷失迷失念头还佫存在啊。动这念头一个生死，动这念头一个生死，心的无尽的变化，的变异，哦，还佫只迷失梦想，迷失心念。这也是生死哦，啊，累积了咱迷失生死呢，再总集合起来，来投胎转世做人，若无开悟见果，又一段一段生死，哦，
所以一段一段的情绪，分段的情绪有包含变异的情绪，变异的情绪未必然有包含的分段情绪，要注意了解吼。那么因为变异情绪已经出离三界，属于菩萨伊心念的情绪啦。那么分段情绪是阿鸾伊所得了啊，伊已经无啊，哦，伊脱离三界啊，更属于等真啊。啊，那凡夫呢？凡夫呢，两行拢有情绪，凡夫有变异情绪，啊嘛有分段情绪啊，两款情绪佫存在，所以卡计嘛做凡夫众生，哦，做一个三界苦命鱼，欲多流浪汉呢？好，只个听好。那么所讲妙吉祥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伊个名伊意义啦，因为伊无有即个三血甲两款的情绪，已经无啊。因为三迄甲两款的生死属于呢，一款生死轮回，轮回灾祸啊。如果那断一分的烦恼，了办哦一种的生死呢，你当下就正一分的发心呢、啊。所以称呼叫做吉祥意思。哦，那么人能称为这个妙呢，唯有这尊文殊师利菩萨才发多。其他的菩萨要大家这么微妙，不简单啊。譬如说你这个初地、二地、三地乃至十地菩萨呢，一个不足以称为就是妙吉祥，为啥不能称为妙？因为呢，唯有佛才能称为妙觉、妙吉祥啊。初地乃至十地菩萨呢，伊虽然吉祥，但是还未遐微妙呢。好，因为按照讲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至十地菩萨。伊有缘，犹阁有所谓呢变异成数的，那么佛一定无啊。何况文殊师利菩萨本身自己呢是高佛再来啊，高佛再来为者呢，含诸佛境界平等平等啊。所以唯有这尊菩萨才能称呼叫做妙，叫做妙吉祥。你注意了解吼。如果咱注意咱个人呐、啊。有真多人是现出家，是现在家呢，也已经境界堪无做官边官啊呢，平等为者呢，因买得称为妙吉祥，但是咱袂当自欺欺人哦。哦，那么注意听哦，三业已经圆满顿登，两款的生死呢，也已经永远忘掉啊呢。哦，三德啊圆满的彰显起来，所以称呼叫妙吉祥意思啦。好，过了一遍啊，这段要紧哦，有人解释无落来呢，啊，无解释无了解，啊，讲开了，人人就明白啊，听好。妙吉祥者，三业二事为之何烦？若断一分的烦恼，是了一种的形式，正一分的发心，为之吉祥，人人称妙为主菩萨。三业完断，二事应蒙，三德完彰，故号妙吉祥。这就是咱文殊师利菩萨伊名，翻译台湾话叫做妙德、妙吉祥意思，也已经甲咱个人哦做一详细解释啊吼。好听哦，听哦，这文殊师利菩萨啊。本身自己呢，伊是高分呢，佮带来人间事业呢。现在是辅助呢，怎么阿弥陀佛呢？哦，伊呢帮忙伫娑婆世间呢度化众生，引导众生呢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伟大的大事啦。实际上，伊早就已经呢正显佛的高位去啊，并完断三业。顿等二数去啊，完中三德的人啊，所以啊，咱袂当甲文殊师利菩萨当作一般菩萨呢，唔是顶阶、二阶、三阶菩萨，嘛唔是呢，哦，顶阶菩萨呢是佛过来，世间人去高再来啊，哦，所以我看真济咱佛的弟子啊，办出家在家，服侍文殊师利菩萨人真济，一标榜大智慧啊。哦，唯有智慧圆满才能成就佛道啊！所以拿一支剑，迄支剑是食饱无代志要找人来烧台呢，嘛是毋是要杀生的呢？
哦，啊个吓惊呢，伊是个表征的意思，表征，表征什么？大智慧，唯有大智慧才能透视人生宇宙的真相，才能够云断呢所谓的三惑，哦，消除两种生死，所谓的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，要假借大智慧之见呢而破除掉。这样就了解哈，一点的意思是呢，嗯，好听哦。那么那个做功课了，哦，文殊师利菩萨呢是过再来啊，过去已经成佛了，现在成佛，未来在他方世界嘛成佛啊。咱讲伊过去佛哈，伊过去成佛的法号叫啥哦？来，顶边恁讲，修灵严三昧经营。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南方世界明月平等，佛号龙种上尊王佛，即是文殊师利菩萨。诸位应该清楚哈。嗯，哦，这修灵严三昧经讲得真清楚啊，讲的过去无量劫以前啊，咱这南方世界呢？嗯，就有一个世界叫平等的世界，这平等的世界教主那个佛什么名呢？叫做龙种上尊王如佛呢，哦，龙种上尊王佛呢，哦，那尊佛就是呢，过去佛，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无量世以前先佛的法号呢，因过去佛呢，好，这讲过去佛咯，讲现在，现在是做伊，伊现在嘛先佛呢。来看电影院讲啊，用军摩罗经营，现在北方常于世界，欢喜藏摩尼波折佛，这是文殊师利菩萨，这就是现在佛呢。这用军呢，摩罗经有记载啊，讲现在这个北方哦，这北方的世界有一个常于世界。那个教主呢，叫做欢喜藏摩尼波折佛。欢喜藏摩尼波折佛，就是现在文殊师利菩萨啊。哦，所以啊，成佛之后啊，十方世界到处会当示现呐，成佛大众生啊。嗯，这是现在佛咯，来讲未来佛，来看好下。悲化经营，阿弥陀佛。为转轮王时第三王子，名曰王将，以宝藏佛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愿以来世行菩萨道，无有自限，庄严佛刹，令三千大千世界行于三顶，十方佛道唯一佛道。此世界有无量珍宝充满其中，又无罪恶束缚，无一切女人，甚至无有女人这个名词，亦无声闻辟支佛顶，一生保持菩萨充满其中，宝藏佛即为伊处何为文殊师利，受记伊在未来世。南方世界名为清净无垢宝殿国土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佛号为普贤如来。吼，讲啊真明白啦吼。人世间人个，听如本师念一遍，解释一遍，人阮已经一目了然啦。来听好。那么在过去无量劫以前，阿弥陀叫做转轮圣王的时候，文殊师利菩萨就是这转轮圣王的第三王子啦，名叫做啥？王将。所以伫个宝藏如来一头前呢，那么这个王将就发一个愿啊，伊要度化无量众生，同时伊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要成佛就对啦。愿意在未来世呢，无尽一日行持菩萨道，无有止境啊！要庄严一清净国土啊！
令三千大千世界，哦，现如山呢，哦，十方的佛土呢，哦，全部个合起来就对了，作为伊一个教化众生一个区域。哦，那么迄个世界呢，有无量珍宝充满伫伊世界内底，同时迄个世界内底无一切呢，听地狱畜生五鬼，无一切苦恼事。什么三苦八苦无量苦呢？伫咧世界你未去接触了，啊，无我就听苦这个名词。甚至迄世界呢，无一切女人，甚至听未着女人这个名词啦。好、哦，你看世界多特殊呢，太清净了。哦，当时嘛无辟支佛，嘛无只个幻觉阿罗汉类啊，拢总无。哦，无简单呐、啊。那么一生播出的菩萨在世界呢，无量无边充满其中呢。这个时阵宝藏分呢，那么就为这个王将呢该受记啊，讲以后你幸福咯，你的佛的名叫做啥？叫做普贤如来。你的世界呢叫做啥？清净无垢呢，普贤国土啊。哦，啊，当时把这王将改名叫做文殊师利啦，要就了解吼。所以啊，我昨有讲过，一人要有佛祖给你授记呢，伊先决条件你要明心见性，啊是念不念到念佛三昧呢啊，哦，定地菩萨道心永远未退转啊呢，伊佛祖给你授记啊，有万多人去算啊，日期呢？积极可待啊！啊，你若还未明心见性开悟正果，你的道心起起落落，未固定啊，伊要怎受记呢？哦，还佫一无尽数啊！你若如果有见性人，哦，正性无生法忍的人，定地以上菩萨呢，佛就给你受记啊！哦，所以啊，咱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呢，好啊，甲冲刺。用功一下呢，见识要甲破掉呢，佛受记的机会就有咯。好听无？文殊师利菩萨啊，伊个发愿啊，讲愿意接引众生的往生甲阿弥陀叫世界去啊。伊判那个角色跟呢大势至菩萨、甲观音菩萨拢同款意思。不但劝得别人往生啊，文殊师利菩萨伊嘛甲伊发愿往生呢。来看经典怎讲哦，来看好。文殊发愿经言，愿我命终时，灭度诸障碍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，成彼佛国意，成满诸大愿。阿弥陀如来，现前受我记，严正普贤行，满足文殊愿。真未来坐劫，究竟菩萨行，诸位看有清楚吼？真清楚啊！这就是咱文殊师利菩萨家己发愿呐，讲我愿意呢，吼、哦，在百会明众的时阵，那么灭除一切诸障碍啦，会当面见阿弥陀佛啦。我感觉每一个菩萨也好。每一个开悟圣境也好，每一个呢修行者在家居士也好，这是大家共同一个愿呐。临命终时，会能扫除所有一切障碍。那么当时往生叫世界见阿弥陀佛了。既然往生叫世界阿弥陀佛唔见，你无去起起床的呀？哦，那么当然你去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啦，早就去来开悟正果啊。那么往生甲阿弥陀叫世界了呢？哦，在成满诸大愿呢，这足要紧的哦。有人来讲呢，你伫娑婆世界，你所有愿望的成就啦，我问你，哦，感情若脱袂好呢，烦恼甲半小时呢，你的愿就算散光去啊。哦，事业做咧甲地方倒流呢，哦，你愿就用泡沫去啊。或者是呢，你以即嘛荣华富贵，或者是你自己呢快乐如神仙，
逍遥自在，无烦无恼呢。你和你的快乐的业、富贵的业呢，把你拿走砍掉掉呢，现金无当成色，又讲呢变成万元泡影去啊。哦，拄到逆境的时，烦恼个半小时呢，你过去所发的愿呢，又愿付诸于流水去啊。哦，你过去所发的愿呢，拄到人给你诽谤，哦，拄到逆境，拄到不如意时呢，哇，付诸于太平洋去咯。简单讲，佮加添这四代人，伊生命总是有限呐、啊。你听了佛陀应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、四十几岁、五十几岁、六十几岁啊，你还佮外久通活？互你讲，你二十年、三十年好唔好？好啦，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啦。那么呢，这段时间的变数非常的大呢。你无听讲，三界无安，犹如飞天啊！哦，人生真苦海啊！哦，来这大地动的哦，人心惶惶不安啊！咱到了发生事故、火烧厝，或者是呢水灾，或者是有人往生去，或者是家庭产生变故呢，你的愿力完全的拢动摇不堪去啊，昏睡去啊！所以我看真济人下昏呢。哦，错好的是道心非常的精进哦。哦，去看经、听经、闻法、念佛、参禅、悟道呢。哦，一以为你袂得个好人，但是五年、三年了呢，哇！但是呢啊，临时有叫拜佛无？啊，我都家庭家咧，甲地忙乱去啊。哦，还是家庭产生有所变化呢，有所巨变呢。佛陀袂记了了去啊，哦，无诽谤就加载啊，吼！你三宝世间的呢，生灭无常变化遐尼大呢，愿力支持袂了，足容易变泡沫，足容易呢，等消散等无去啦。所以讲，咱无尽的法源道理在即所在啊，哦，你无听讲，下苦呢有一句话讲，下苦三年，苦在眼前，下苦过六年了。佛在空中，佛在下苦九年了，佛祖伫叫世界去啊！好、哦，愈学愈远啊！为何如此？真简单，世间变化无常啊！理想含事实有当时咧，有一个代沟，有一个呢，有一暗地啊！理想含愿力要拍成一片，爱看你愿力付出偌济，有关系。你也是要考验一下哦，东倒西歪哦，道心切割哦，吼，走哪飞嘞哦？这款人要如伫三宝世间呢，满足于台湾呢，无法度啊！所以三宝世界你的愿发足济，哦，十件也当成就两件、三件就未歹啊呢。通常不如意的代志呢，占有十有占八九啦。哦，所以三宝世间的愿会变成泡沫。生灭不易呢，这会当同情，会当怜悯。但真正往生甲阿弥陀佛世界，成万诸大愿呐。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唔当讲，讲往生甲安乐刹的时，成甲阿弥陀佛世界时，会当成就满足你所有大愿呢。什么大愿？度众生的愿，哦，成佛的愿，成就大智慧愿。成就大愿力的愿，成就呢？哦，上好功名的愿，哦，我众生看到我的欢喜心，哦，一愿，然后恭敬说法了后，一动啊，多多贵啊，这个愿，哦，所以这愿唯有往生极乐世界，才我都成就你的大愿呢。第三步世间，我唔敢给你保证，你自己嘛唔敢保证你自己，佛祖更加唔敢给你保证。哦，因为你有你业，有你的背景，啊，有你思想，哦，有你因缘呐。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则是有先见之明，动心之悟，自有赞叹呐。总讲一句，三宝世界所有愿，容易变成泡沫，哦，希望变无望去呢。所以呢，唯有啊，咱往生极乐世界了后，咱才有得成万诸大愿。道理在这所在，安尼注意清楚哦，这非常要紧呐、啊。伊个讲啊，
那么你来往生极乐世界了，佛祖就是弥陀珠，希望你搞受记啦，受记个文殊，啊，其实文殊是方便的尔，伊早就成佛来咧，才了受记，但是伊嘛安尼个讲啊，其实伊发这个愿，就是代替众生发愿。哦，这在吉祥，就是要和后边众生来模仿、来学、来发愿的啦。无破，这文殊属于菩萨，已经成佛啦。哦，过去叫做龙种上尊王佛啦，现在叫做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啦，未来叫做普贤如来呀、啊。哦，伊才就叫阿弥陀解受记解蒙托国遐呢，拢唔免啦。所以发这个愿，就是要和后边众生发的愿，哦，咪众生免发愿啊，发的家的，唔是善愿，就世间愿的呢，我就出世解脱啦，发无落来啊，发的家的呢，够生死轮回啊，哦，所以这是代替众生发愿的位，然后伊佫讲啊，哦，会用庄严清净呢，普贤菩萨的行愿来满足我文殊的愿，真未来世呢。那么会当究竟圆满我的菩萨道哈，就是咱文殊师利菩萨的圆满呢。我念一遍哦，太庄严了，来看好。文殊发愿经言：愿我命终时，灭度诸障碍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，成彼佛国意，成满诸大愿。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，严正普贤行，满足文殊愿，尽未来世劫究竟菩萨行。注意听好，所以平常时若是常发愿的人呢，要往生净土呢，诸佛菩萨绝对呢，甲等伊那件保证，唔敢打妄语。不定会带往生西方净土的啊！哦，来咱讲一个真言真事呢，互注意了解一下。在咱彰化县呢，那么有一位姓齐的居士啊，那本身活到71岁哦。那平常时，伊呢特别呢，较喜爱来拜文殊师利菩萨啊。除了安尼以外，伊呢每当业余的时阵呢，伊拢到佛寺内底呢。打扫环境呢？这有时内底伊未选择性，我感觉留涂骹就好啊。啊，或做身躯若灰尘，甲擦擦的，哦，甲拨拨，伊袂呢？哦，伊主动的，公用便所，伊拢主动哦。哦，伊呢，拖就开始流啊呢。我塞鼻啊呢，哦，甚至用手指去扛呢呐。哦，未想讲哦，骨甲满身躯啦。可见伊呢对三宝奉献呢牺牲呢非常的大，那么伊就逐天发愿啊，伫文殊师利菩萨头前发愿啊，我希望在报命中的时，真五万阿弥陀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再去呢文殊师利菩萨嘛爱呢，你亲人来甲我接引咯。那么伫因厝呢平常时当中呢，最无念有40000句阿弥陀，尤其进入了77岁时啊，哦，佛陀佫愈加强，哦，撇开所有万缘就对了。亲戚朋友要找伊，伊讲唔好甲讲世俗事啊，我纯粹一直心要念阿弥陀佛，哦，要往生西方净土。哦，那么伫迄个78岁时阵呢，差不多大概5-6岁啊啦，徛手时阵呢，向阳甲伊后生祖囝甲孙仔讲啊。哦，讲爸爸已经啊，要来往生啊！啊，我有看到阿弥陀佛跟文殊菩萨，所有这些菩萨呢，已经在虚空中，我有看到，我要往生去啊！那么，伊就请法师给助念啦。当时呢，大众围绕在边啊呢，哦，有过来个法师，够技术真济，甲助念佛好。个大众念佛的声音当中呢，起起日息啊！你想看卖啊？哦，人生意义嘛，人生意义在这所在，会当往生净土啊，来世唔免去轮回啊。
世间有啥物任务，一寡珍贵物件会当甲往生来比呢？找无物件会当甲比啊！往生上珍贵，往生阿弥陀叫世界上神圣的，往生西方叫世界名为第一，因为一生保持，一生成佛啊，道心永远不退转啊！哦，就无生死轮回这件代志啊，转凡入圣，最后成佛啊！所以啊，往生是用净土啊，哦，势在必行啊。所以你敢会当无往生？所以呐，每当有人往生要叫做人，我拢真欢喜甲参加。有人来讲，伊做一人往生是用净土，就等于做一人成佛了。伫《阿弥陀经》、《观无量寿经》、《甲无量寿经》往生论呢？拢总讲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往生这个世界绝对道心永远不退转。不但如此啊，佮同时往生的时啊，佮有所谓呢一生保处，哦，会受长落落啊，哦，无成佛嘛袂得啊，好、哦，要了解吼、哦，说做人往生就做人成佛同款。好，佮听好啊，佮听好。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是华严会上辅佐，比如耶那佛这两位大圣，这两位大菩萨所真实的行愿，以及因说法度众生的内容，无不以念佛为基础，以净土为归宿。诸位看吼，无唔得，咱昨是介绍普贤菩萨。今天去介绍文殊菩萨，哦，介绍完毕啊。因为这两尊的大菩萨同款，时常来这娑婆世界呢，度化无量众生，劝众生往生西方净土，两位伟大大师啦。在华严会上呢，拢辅佐释迦牟尼佛啊，大乘的这个发心佛啊，毗卢遮那佛呢，因两位大乘。这是因亲自亲教所讲出来，度众生的本怀啊！哦，那么伊卖叫人使用便巴，那看这根基会使呢？伊用叫伊念佛呢为基础。那么往生能靠更伊呢？往生阿弥陀就是世界啊，叫以结果呢为归宿啊，安住明辨吼。好，不听好哦，在这所在，咱家注意报告一下吼。在咱台湾的社会，或者是他方哦，这个国度也是同款呐。往往咱人心态拢安那，我拜较侪佛的功德较大，哦，拜较侪菩萨的功德较大啦。哦，拢有这无正确的心境呢。其实呐，你拜一尊有缘的佛菩萨，专心一门清净就可以啊。过去呢，有一个哦，咱这个大中啦，吼。有一个呢，姓那个姓李的技师啦，哦，下过足虔诚的哦。那么有一次，伊真欢喜心啦，邀请日本的甲伊互相的参观伊佛堂，伊伫佛堂内底足虔诚拜佛念佛，听经闻法啦。那么我去伊佛堂看一个甲地讲，哦，北京伊叫做口瞪目呆啦，哦，看一个讲，哦。恁家是众佛菩萨分身呢吼，哦，有释迦佛，有阿弥陀佛，有药师佛，有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有地藏菩萨，哦，一个足济足济菩萨，我无多算会了就对啦。我甲马明菩萨也甲拜落，龙树菩萨也甲拜落，吼，恁家真闹热。啊，伊安怎讲讲事啊？我每一尊佛啊菩萨拢念差不多吼。哎，五千五千，足公平，报死给因个呐！我你讲唔对呀？哦，我等下解释你听。伊讲哦，每一阵佛陀，拢足爱拜三拜三拜，遐拜假了吼，讲伊压力真大啦。讲这难怪呀、啊，这若讲无压力足古怪，啊讲拜到尾啊，惊讲伊老去，你听无？好、哦，伊压力真大。佮阿弥陀拜了，赶紧呢，后壁佫有呢，药师佛，还佫有呢，释迦佛呢呀。哦，每一尊拢拜三拜啊，
到文殊三拜、普贤三拜、观音三拜、地藏三拜。哦，伊摆讲我真烦呢，真愁呢，阿伯真大惊去闹鱼呢。哦，讲要安怎真简单，收收起来。哦，我剩一尊两尊拢不要紧，唔免遐认真啦。选一尊的，看你较有缘呢，敢会欢喜心咩？你爱上念咩？迄阵佛爱菩萨就可以，会知影吼？哦，有唔安尼哦？讲安尼来有真侪好处，第你无压力，吼、哦，啊你也袂讲哦，惊起闹事，啊惊讲哦，啊有念伊无念伊，心关生歹事呢？哦，你放心啦，我甲你讲讲，佛菩萨也佫有五执，佫有分别心呢，唔是叫做佛菩萨，所以你拜阿弥陀佛，释迦佛袂知道，你拜释迦佛，吼、哦。那么这里呢，就主流的功夫也袂怨叹。你听哦，因为佛祖无五指嘛，解脱人啊。你有拜我，无拜我，伊也袂烦恼，也袂快乐，也袂欢喜啊啦，也袂忧愁啊啦。哦，也袂讲因为你无拜我，我就无爱甲你保庇啊啦，赶快甲你保庇。所以你唔好家己自相矛盾，家己生分别啊。哦，你拜阿弥陀佛，释迦佛祖就边甲你随喜。诶，林志书甲你恭喜下，佛佛道堂发发平等哦，拜伊就拜我，拢同款。未讲咧呢，你伫遐拜阿弥陀，一些叫做伫遐怨道，遐食醋啦。林志书，你拜无拜偌好，看人大世尊啊，阿麦无甲你保庇啊，你骑车甲你摸破倒去。吼、哦，我讲佛哪个安尼，唔是叫做佛啊？诶，你叫做两公佛，叫做五蕴佛有问题。可是佛啊，伊并未安尼分别心，并未讲呢，伫怨道伫食醋啊，所以唔免烦恼哈。就拜一尊，你有缘呢，会欢喜就好啊。相信如本阿师讲经说法有引经据典呢，两句尔。佛佛得同，法法平等。甲佛的以上，智慧神通愿力慈悲呢，对待众生一种是平等的。哎，就了解吼，所以你若要三尊就可以买西啊，讲西方三圣道啊，哎买西，啊拜阿弥陀佛，哦，你若较功夫，佮观音世尊呢啊，佮西方三圣啊，啊你要拜普贤菩萨买西啊，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拢会西，都唔免遐尼一尊就丢啦。哎，就了解吼，一来礼拜过程早袂只跨界啊，哎呦拜。头前三尊，后壁行去闹伊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要一大堆，啊分别心一大堆啊，愈拜是愈做，愈拜是愈烦恼，愈拜呢是愈烦恼去闹伊呢，吼、哦，对伊来讲呢，无合佛不要紧，无拜佛不要紧，拜了较地愈烦恼，爱自了解吼、哦，所以啊在合佛的过程当中呢，那个鼓励安怎呢？多拜佛，佛堂安排的好事爱如法以外。那唔知啊，甲法师问一下，那乌白拜拜拜啊，不如法，你也袂使呢。有甲佛菩萨厝地拜了唔对去，拢乱去呢。哦，伦理无顾袂使呢，佛教嘛讲究伦理呢。哦，佛菩萨冤家只有厝地滴，你也袂晓爱讲请教者呢。哦，佮当时咱真鼓励大家，除了拜佛、念佛、修行以外，爱多听法师讲经说法。哦，因为听人讲经说法，连开发咱的智慧啊，经典家己看无，啊听法师呢一息之话呢，互你豁然开悟啊，茅塞顿开啊，这非常要紧。啊，有诶，做人讲我要念佛陀啊，一经一论陀啊，啊念一字佛陀啊，其他菩萨佛都唔念啊。哦，啊经也唔听，哎呦，即嘛，我甲真侪法师啊，有法师啊，甲技术铁匠诶呢。有，咱拍这个职业名出来。有法师讲，专门听伊讲就好啊。哎呦，非常傲慢呐、啊！哦，啊，在家居士放假，亲像讲，伊在佛里过来，过来人是过佛再来呢，菩萨过来就对了。啊，这法师即卖目前较晚年呢，渐渐巩固我们起来啊。哦，伊讲呢，我近呢通派就对了，新疆的就对。哦，所以呢，这渐渐啊，这真麻烦。那就是当作伊祖师，我把的法师拢唔不如，我拢唔对。啊，讲的话已经啊，以偏概全咯，已经无圆满咯，不必以扎见咯。
有，这咱卖讲名，咱全国人民百姓拢知影。所以咱一定安怎？法师那是了义的，那是圆满的，会当出世解脱的，尽管拢来听，爱平等心嘛。所以呢，真一定爱听。好、哦，唔呢，我看去拍戏哦，哇，咱慈悲，佮下低下紧，讲的话拢不圆满啊，令咱真烦恼哦。诸菩萨嘛，为你真遗憾咯。所以啊，听经有影，嘛真济人个讲，但是呢，有真济人讲是讲啊，大行都是佛法，但是样样拢唔是佛法。佛法真普遍，是大力讲义，但是你也无强过咱个自己的地位分辨呢，往往无选择性个，拢当作好个呢，像笨鸡中捞中火呢，往往啊，家己丢掉啊。自相矛盾啊，所以讲行，这个佛法时代说法的法师非常的多啊，下知下见也非常的多，所以有大智慧判断啊，你注意清楚哦。哇，时间到咯，你讲的当中时间阁无很准，会记咯。明仔载呢，圣贤念佛，往生路呢，第七天再会。